说真的，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了，太多的人怎么样子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的了。有太多的人见不得你好，有太多的人见不得你吃顿饱饭。对，刚才上了很多人都在说，然后其实我没有生气，我觉得、哎呀，我现在是很接受这些所有的一切的，我觉得我们心态要放好，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每一天就可以了，就对我而言他在就好了。对的，过好自己的。吃梨吧，吃个梨，这个梨是朋友带过来的，挺好的。我才吃了一个猕猴桃，不吃了，我待会儿再吃吧。你们多吃点吧，是不是？喝水，喝茶。说的对，好。后妈怎么说呢？后妈怎么说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不管了。我现在只做我自己，神仙眷侣天生一对，谢谢你们，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有时候我说话不太会说，向上阳光，谢谢你们。然后没事，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很多姐姐，不是很多姐姐，是很多叔叔们也在说一些莫须有的事情，说一些这样那样的，然后我姐姐们都很支持我，姐姐们一直在鼓励我。你饿不饿？我给你弄那个做饭去。我不饿，但是你帮我泡一杯那个，我刚才上来我头好昏呐、啊、好晕啊。嗯，啥？哦，我打了。好，我给你泡一杯，但是量稍微少一点点啊。量少一点点吗？嗯，好吧，谢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姐姐们、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就是很晕，我很晕我很昏。你要多吃点，现在你老是舍不得吃，我真的服了。他倒是骂我，他是不是骂我啊，姐姐们？不是吃饭吃少了，有些什么，有些事可以不回答。谢谢你们的理解，真的。我阿曲梦呢在这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高血压吗？不是高血压，姐姐阿姨们，不是高血压哈。我的娃娃在他爸爸那里哈，我的娃娃在他爸爸那里，谢谢你们，真的。阿舅妈，哎，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不注意这样子的事情，你再不按时吃，我真的我要发火了，说真的。但这个好像是要少吃，我们不能多吃。什么少吃啊？一天吃两次都可以了。姐姐，什么少吃呀、啊？就是，哎，怎么说？什么少吃？真的，我这次泡给你吃，你下次你再这样子，我说实话，我都。我查过的，姐姐们、姐妹们，我查过的。查过什么？啊？他不懂，男人不懂，男人女人的事情，男人不懂，是不是？不说哈，先不说哈，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哈，姐妹们，以后你们就知道了。然后我希望，我们直播不直播，我的内心我都真的，其实真的，说实话，我欠你们一句对不起。说实话，我欠你们一句对不起，我也欠你们一句谢谢，真的。你们陪我走到今天，无论别人说什么，你们都在支持我，真的。这个点，我真的要谢谢你们。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对不起你们，因为有时候自己个人的原因，自己的一些事情，没跟大家说一声，就消失了。这个点。阿舅，真的很对不起，谢谢你们，让你们担心了。阿舅，哎，你头晕的厉不厉害？还好。哎。还好。还好是吧？嗯，阿江，哎，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对，我们很久没有直播了，奶奶。所以我为什么说对不起你们？因为你们确确实实都很关心我们，然后但是我们呢，却，哎，因为一些事情吧。然后阿强呢，他呢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忙，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对的，消失了很长时间，但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啊？如果说我们是像别人说的那样的话，我们现在出来我们就要戴墨镜儿才能直播，知道吧？很多人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子了。
其实不是的哈。来，你赶紧的，赶紧的喝，赶紧喝。这个是今年的，这是今年的。我真的我晕死。知道吧？这是今年的。嗯。你晕那个，注意好。那要少喝一点，少喝一点是不是？少喝一点，一天喝两次。这个要少喝一点，还是要一天喝两次？能像正常人一样一天喝两次吗？可以的，可以喝两次，你喝嘛，没事的，真的，你真的，这是很好的。这个奶奶，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们有没有打算？从认识他了过后，跟他相处下来了过后，就一直在打算。加油啊！我真的加油。那个啥，你这个赶紧喝，你头晕得很，赶紧喝。每天都要喝，不要断，知道吧？听到没有？听到。你这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老是睡到半夜都醒了，半夜都醒了这种，你多喝点这个，知道吧？知道了。那你赶紧喝，你跟他们聊一下。朋友们，你们帮我好好劝一下阿群墨好不好？我先去给阿群墨煮饭啊，你们好好帮我劝一下他。我先去煮饭，好不好？能不能答应？能的打个雷，好不好？待会儿我把饭煮好了，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吃，好不好，朋友们？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我先去煮阿群墨最爱吃的，煮个菜，好不好？阿强啊，帮我好好劝一下他啊！我先去煮菜了。啊，好男人，不是啊？我看到有人说阿强不好，阿强语气不好，人坏。然后我看到也有人说阿强是好男人。我还没走出去呢，我还没走出去，朋友们。我跟他们聊一会儿喂。啊，好，那我就煮饭了啊，煮菜了，我煮菜了，煮你最爱吃的那个菜啊。今天我特意去市场上买的。好。啊，你们帮我好好劝一下他啊，给我看好啊。奶奶，不是啊，我们不备孕哈，我们不需要备孕哈。你们觉得阿强好不好？觉得阿强好的打个好，觉得阿强不好的打个不好。觉得阿强好的打个好，觉得阿强不好的，不是咖啡哈，不是咖啡，喝豹子粉吧，我正在喝哈，正在喝，快要喝完了。其实阿强这个人啊，他可能说话没有像其他的男人一样那么心思细腻的去说小心翼翼的话，但是他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对不对？阿强是一个钢铁直男，就是非常直，很直接，很随性，就是性格很好，就是不会说藏着掖着的，知道吧？但是的话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反正是好男人，真的好男人，是不是啊？认不认可啊？什么说的？喝什么东西？喝豹子粉，能喝的，怀孕了也能喝的豹子粉。因为豹子粉，比大家想一下嘛，怀孕了的女人她其实最缺什么，缺少什么？她缺少他的那个抵抗力肯定是没有我们没有怀孕的人多那种强的，对不对？他动不动就会觉得不想吃饭，会这样那样子的，对不对？然后经常晚上睡觉翻过来翻过去的，他怎么都睡不好那种，都可以喝的，没事的。因为但当然啊，为什么说能喝？肯定是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天然的他才能喝。如果说你们去买那种添加剂的这样那样子的，为了宝宝的健康就不建议去喝啊。什么是豹子粉？我的天哪，你们居然不知道什么是豹子粉？你心里喜欢他吗？我觉得你们不要问我心里喜欢他吗，你们要问啥？要问我不喜欢他，我跟着他干嘛，对不对？男女授受不亲呀。阿强没有什么身份，他也不是当官的，他也不是什么大领导，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身份。看怎么那么眼熟，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帮我点一下赞赞好不好？姐姐阿姨们帮我点一下赞赞好不好？他真的很好，而且他很会做饭。真的，我直播间有没有40岁以上的？其实四十岁以下的他是可以不喝的，但是40岁以上的你们也可以去喝一点。为什么呢？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的。为什么呢？因为确确实实我喝了很好，我喝了很好，知道吧？然后我身边的很多人也在喝，阿强的朋友也在喝，都在反馈，甚至阿强的妈妈，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刚进我们直播间或者之前没有看到过我们直播的人不知道，阿强的妈妈她之前做过这个砰砰砰什么搭什么桥哦。
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搭了这个做了这个的。然后他的话呢，他的妈妈呢血压还很高，阿强妈妈血压很高，每个星期都要量一次，每个星期都要量一次，每个星期都要去看白大褂，看了白大褂过后还要量，还要吃那些白色的片片，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知道吧？但是后面他自己吃这个很好，姐姐你们知道吧？他自己吃这个很好，所以说好的东西我会给大家分享。因为我姐姐阿姨们我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姐阿姨们可以在公屏上面打出来我们认识多久了。木灵芝是豹子粉，这不是木灵芝粉，也不是那种什么椴木粉，这是灵芝豹子粉哈。难喝不难喝？不难喝，菌香味，一股很丝滑的菌香味，像巧克力一样，知道吧？你没卖这粉吗？我没卖，但我收的有，但是不多。有什么用？我没卖，但是我收的有，但是不多。这样子吧，三年，我的天哪！我看一下我直播间姐姐阿姨们，我们认识多久了？然后超过了40岁以上的姐姐阿姨们，飘个小姨，我看看有多少。这样子吧，今天的话呢，哎呀，我那个小手机去哪里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灵芝豹子粉，你们现在可以马上去搜索一下外面卖多少，外面卖的很贵，但是它确确实实能帮助到我们姐姐阿姨们，你们知道吧？它确确实实能帮助到我们40岁以上，哇，这么多，能帮助到我们40岁以上了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觉得很重，对不对？像有什么在往后面拽一样的，对不对？皮筋，我们皮筋的筋很浓稠，像那个酸奶一样的，酸奶很浓稠，就流的不那么通畅了，就会反映出这个什么，这个是解，这是解，会往上面冒的那种，知道吧？还有就是白天当晚上，晚上待白天了，哇，白天就一直打盹儿，一直打盹儿，晚上就一直睁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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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天亮的那种，真的可以去喝。而且我跟你们讲啊，像比如说那种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吃的很多东西它都有化学物品，对不对？打了农药，打了这样那样子的，那些东西我们长期的吃进去，堆积在这里是不好的，知道吧姐姐阿姨们？多少钱一斤？这样子吧，我直播间姐姐阿姨们，想不想看正宗的豹子粉是什么样子的？想不想看正宗的灵芝豹子粉，没有掺假，今年的新粉头道粉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是破了壁的，想的打个响，不多，这是前两天我收的，前两天我收的，因为我们自己也要在喝，阿晨的妈妈也在喝，有时候阿晨也拿来送人，想的全部打个响，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阿晨呢？阿晨去做饭去了，想看多少钱一斤？这样子上小黄车小心封号是不是？好，这样子我去给他让阿晨帮大家拿一下吧。阿晨，哎，你能不能把那个要拿来就是？中秋节要送人的那个豹子粉拿来给我们看一下，我们收来，到时候阿强要送人的。啊。我们收来，到时候阿强要去送人的，知道吧？不是快中秋节了吗？是不是、啊，姐姐阿姨们？不好的东西，你们想一下，他一个做生意的，他敢拿去送人不？这个。啊。这个。对。这个是今年的。啊。那今年的。就可以给他们看一下吗？没事啊，给他们看一下，没事没事。我锅里面还炒着菜的，我去忙了，一会儿就吃饭了。灯光的原因，阿强哥，你帮我把那个灯光打一下吧。好的。因为它是棕红色的，姐姐阿姨们，但是灯光的原因，它就有一点，就是这样子进去的，给你们看，看到没有？是棕红色的，它这个的豹子粉的话呢，然后刚刚我也跟大家说了，什么样子的人可以去吃，年龄超了40岁以上了的，对不对？白天当晚上过，晚上当白天过的，听得懂？哎呀，这样子吧，它是很丝滑的，姐姐阿姨们，它是非常的丝滑的，一股菌香味，不苦不涩。然后我们喝了的话呢，你喝一个星期到15天，你自己去感受感受，姐姐阿姨们，我们每个星期都需要去滋一下吃那个白片片的。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超过40岁以上了过后，就会很多这样那样子的，对不对，姐姐阿姨们？听得懂？知道什么用的，帮我打在公屏上吧，姐姐阿姨们。话不多说，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我们收的，我们收了，我们不是，我刚才是不是跟大家说过，我们过可能半个月左右我们就要去广东了，对吧？然后去广东的时候阿晴要拿来送人的，知道吧姐姐阿姨们？不好的东西我们是不敢拿去送人的，知道吧姐姐阿姨们？听懂了吗？
对，听懂不知道。灵芝孢子粉，它是从灵芝上面喷发出来的种子啊，姐家人们，你们不要进入一个误区，很多人不知道的人就以为灵芝孢子粉它是灵芝打成的粉，不是的，灵芝打成的粉它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作作用用，为什么呢？因为它喷发了种这个孢子粉了过后，它像一个空壳一样啊，知道吧？它已经没有任何的作作用用了，而且它吃起来是苦的涩的，很难喝，知道不姐家人们？但是这个孢子粉呢，它是灵芝的精华，是从灵芝上面喷发出来的，然后我们呢把它提取了过后拿来破壁了过后，哇，喝起来是一股丝滑的菌香味，对，清香的味道，然后喝了对我们的帮帮助助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知道不姐家姨们？你怎样的包装？我们包装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是像我们就是一个拿一个罐子包装，拿个罐子包装就这样子送人，又我们不是说去做个精美的包装，里面给大家这样那样子那种不好的东西。认识阿强的那些朋友，做生意上的朋友，他们也知道阿强给他们的东西，在外面买3000、4000，知道吧？破壁孢子粉，对，破壁了的医药，我都没问你们要不要，你们怎么在打药？这个要问阿强，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他要拿去送人的，姐家人们，快中秋节了，是不是？还有十几天就中秋节了，这是要他去拿去送人的。这样子吧，姐家人们，不多，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人真的支持了我们很久的，想要的，把药字打在公屏上。我问一下他，能给大家上我就给大家上一点，上不了你们也别怪我好不好？大家知道我也不开播，我现在我也不经常开播。想要让这孢子粉帮助到你们的，晚上当白天过，白天当晚上过，123高家三兄弟的晚上跑的姐姐们可以去喝，超过了年龄超过了40岁以上的阿姨们叔叔们更要去喝，为什么呢？因为人到中年不得已，是不是都会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不想他就不会，是他会自己就会有了，对吧？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动不动的，本来今天还活蹦乱跳的，昨天还活蹦乱跳的，明天后天哎去白大光那里一看，变成了一个不好的字，那个字是什么字？姐家人们，亲人两行泪啊，没办法了，对不对？姐家人们，啊，哇，这么多人打样，我问一下他哈，阿强。我问一下他，他要能够啊？喝什么？他们就是他们问你这个孢子粉能不能，他们需要能不能给他们上一点？这是中秋节，我拿去送人的。他们也送人。但是这个孢子粉，我都跟人家说了，拿去送人的。要不过两天我们再去收嘛，还有一段时间，对不对？因为确实我很多姐姐们是从一开始支持我们到今天的，是不是？从一开始支持我们到今天的，扣个一。如果说不是的话呢，就这样子吧，这样子吧，就算了。那就这样子吧，那就怎么说呢？表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心意，这样子，你都知道这个，说真的，这个在外面是这么多，800-9001000多块钱一斤的。今天这样子，外面一两都要卖个100多200多，一两都要卖到100多200多。今天这样子，来要的打腰字，要的把腰字扣起来，直接的就这么多，直接的就10单吧，就10单也不多，就给大家搞个10单吧。就搞个十单，直接今天这样子吧，打了腰字的，直接给大家上多少呢？直接这样子，我狠一点。这样子吧，姐家人们，我们也不赚大家的钱。你们如果是真的需要的，这是前两天我收的，230收的，那我们就直接230一斤收的，就直接对一斤你们拿回去。我跟你们讲，你们喝个7天到15天，你们自己都我能感受得到了哈，姐家人们，真的。等一下，我马上。都通通都可以喝的，知道不？然后我们就直接自己出个运费吧，直接238给他们吧。230吧，直接这样子，我再给大家补贴，我再给大家充个券，给大家补贴一个，直接给大家补贴，要的把腰子扣起来，朋友们。你要补贴啥？直接要的把腰子扣起来。那你补贴，你每次都说要搞补贴。来，我马上我要的给大家补贴，马上做个链接。我看补贴多少，让大家买一两的。今天在我直播间这里有啊，你看我拍照给大家看，我这里有链接，238呀，我这里有链接呀。但是不用，我给大家补贴，
真的。我给大家补贴。哎，这个人一直每次都是这样子在家里面。这样子吧，你们能不能等一分钟？他说他做个链接给大家做补贴，能不能等的？能等的打个能吧，能等的打个能，因为总的也就只有十单。真的，我说都说成230的。看不见，他在做链接。我马上，我给大家，让大家买一两，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直接买一斤。那你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你要卖我们，你要卖他们多少，你要补贴多少，你让我心里有个底。直接每单补贴70块。238。直接补贴70块，啊。稍等一下啊。他在做链接，姐妹们。我你们需要的，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哈，姐姐阿姨们，你们可能不了解灵芝孢子粉它是怎么来的，吃了有什么好。灵芝孢子粉它是千年灵芝，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灵芝它是从灵芝上面喷发出来的种子，是精华。灵芝呢，它喷发了这个种子了过后呢，它就已经相当于没有任何的用了，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呢，我们拿回去，这个是破了壁的，我们拿回去一天。早上这样子用60度的水温冲3克喝，晚上睡前半小时冲3克喝。我跟你们讲，姐姐阿姨们，你们的神不中就调过来了。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的，白天起不来，晚上闭不了的那种，知道吧，姐姐阿姨们？还有我们的皮筋的筋，知道不，姐姐阿姨们？比较浓浓稠稠，我们这个高家三兄弟就晚上直直堂堂压压，这样子说听得懂不，姐姐阿姨们？往上面冒的。都可以去喝起来，而且我们像比如说，如果说姐姐阿姨们是城市里面的人的话，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的，城里面我们吃的蔬菜水果，甚至我们买的菜那些预制品，太多了。你们不知道别人加了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各种各样的这样那样子的剂，知道不？姐姐阿姨们，这些呢，它都会停留在我们的这里面，就会。稍等一下啊，马上。我马上给大家做补贴，一天喝2次就可以了。稍等一下，我马上给大家做补贴。我脸上有痣的哈，脸上有痣的哈。你甭管你多少岁，20岁、30岁、18岁、70、80、90岁，通通都能喝，喝起来真的对你们的帮助不是一点点，是实打实的好，非常好，你吃嘞，是实打实的好，非常的好，知道吧，姐姐阿姨们？不补贴了，我也不上了，喂。而且过两天也要拿去送朋友，我真的服了。过两天也要拿去送朋友了，是不是？你们是真心想要吗，姐姐们？他在做链接哈，他在做链接啊。没有在录屏，姐姐阿姨们没有在录屏，非常好的。真心想要的姐姐阿姨们打个幺字吧，这样子吧，让你们等了这么久，他补贴就让他补贴吧。不但补只补贴这一次了啊，直接230收的啊，对，直接168，自己吃，每一单给大家补贴，每一单给大家补贴70块，来，准备好，321，上车，一单都没有了啊，姐姐阿姨们，因为这是给大家补贴了的，现在还剩2单，你们自己可以截个图，而且今天这样子吧，所有拍了的姐姐阿姨们打个已拍，我给大家一份这样子，给大家一份保障。你们拿回去了过后，如果这个不是今年的新粉，如果是拿其他的什么粉冒充的，你们拿回去泡了过后，上面没有浮着一层油花，姐姐阿姨们，你们给我寄回来，哈，不要你们任何一分钱，而且你们的168一分不少的退给你们，你们拿回去，你们去跟你们去外面再买的1000块钱的、2000块钱的去做个比较，别人怕你们去做比较，我们不怕你们去做比较，你们去做了比较过后，如果。不如别人1000、2000买的，你们给我们寄回来，米一分不少的还你们哈，只有最后一单了哈，姐姐阿姨们，来，我数5个数，直接就给你们下掉了。然后呢，没有拍到的姐姐阿姨们也不要生气，因为真的，总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大家也知道这个是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要打算拿来送人的，好不好？来五，哦，教一下大家怎么吃，来这样子，你们拿回家了过后，姐姐阿姨们，我给你们放个勺子在里面，好不好？因为我怕你们不知道吃多少，是不是啊？来，现在我教一下大家怎么去吃啊，我教一下大家怎么去吃，你们可能不知道要放多少，这样子，你们拿回去放这样子的一勺，用60度的水温直接冲了就可以喝了，知道吧？而且你们冲了过后，这上面是浮有一层油花的，而且你们看到没有？是挂杯的，挂在这杯子上面的。如果说他没有挂杯，那这种看到没有，这没有挂杯，那就说明他不是今年的新粉，他就不好，
挂了杯的、破了壁的豹子粉才是正儿八经的好的豹子粉。最后一单是五个手直接给大家下掉了哈，姐姐们，我灵芝好还是豹子粉好？我的天哪，你这个话问的真的，你想一下，灵芝这个豹子粉它是从灵芝上面喷发出来的，那相当于它已经把它已经集中了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精华喷发出来了，这个是它的种子啊，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的。然后你想一下，它已经喷发了种子过后，这朵灵芝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空壳了，喝起来又苦又涩，而且没有任何的作用用。您吃70斤灵芝，还不如吃1斤这个豹子粉。而且这个豹子粉，我们要看是不是今年的新粉，是不是头道粉。这个豹子粉是今年的新粉，头道粉，没有掺老粉，没有掺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你们拿回家，你们喝个1个星期到15天，能给你们带来不一样的做做用用，知道吧？其他的不多说了，姐姐阿姨们，今天我们收成230一斤的，直接给到时候的给大家的是168一斤，阿强自己给大家补贴了70块钱。来，最后一单是5个数就没有了哈，就下掉了哈，5、4、3。今天拍了的，明天给大家发货，姐姐阿姨们，我们在云南给大家发货。我们人是哪里的，我们就在哪里给你们发货。我们不可能说我人在这里，那你给你们发货这样子的哈，姐姐阿姨们，是什么？付不了钱，那付不了钱就可能就说明没有了，知道吧？付不了，可能就说明就没有了啊。来，3、2、1，直接就给你们下掉了，没有拍到的就没有了啊，姐姐阿姨们。真的正儿八经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一直有在喝，阿强的妈妈也在喝，而且这个是我们打算拿来送人的，知道吧？中秋节不是快来了吗？你们想一下，你们送个月饼这样那样子的，其实月饼太普通了，但是你们给别人送了这个，你们给别人送了这个，送去的是一份什么？是一份健康。豹子粉是什么？豹子粉是从灵芝上面喷发出来的种子，是灵芝的，灵芝上面浮的一层粉末，然后把它采集了过后拿去破了壁，因为没有，是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哈，没，你们可以去网上去科普一下，没有破壁的豹子粉，它就没有把它里面的那些营营养养那些价值挥发出来，你喝了它没有什么多大的作作用用。但是破了壁的豹子粉哈，姐姐阿姨们，你比如说你没破壁的，你喝3勺，破了壁的我们只需要喝1勺，只需要喝3克的，60度的水温去冲服就可以了的哈，姐姐阿姨们，真的，你们今天168买到1斤，在你们外面你买1两，你们可以现在天也没有黑，你们住在城里面的，你们可以马上下楼去那些白大光那里那个些什么什么店那里去问一下，是不是1两卖你们多少？但是当然我们的包装没有别人的包装精美，我们的包装没有别人的包装精美，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品质，你在外面的人有钱的买不到。我们是正儿八经里面的，我是正儿八经的大山里面的，我给大家分享的也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正宗的好的东西哈。来，下掉，没有了，拍不到的就没有了哈。怎么分辨破没破壁呢？你手拿回去泡的时候，这样子放1勺60度的水温，你这样子摇一下看一下它挂不挂杯，这样子看一下有没有油花，然后你放下去的时候看一下，看一下沉不沉底，不沉底它不好，沉底反而好，知道吧？姐姐阿姨们，苦吗？不苦不涩，一股菌香味，不苦不涩，一股菌香味哈。谢谢大家，真的，我跟大家说了的，我们补贴了过后，而且你们拿回去吃了过后，喝了过后，您觉得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助，您直接给我们拿回来就可以了的，知道吧？168，一分不少的还给你，而且运费我们来出。你们没有任何损失，这就是我们不经常开播，我们就是我们这次都没有多久没有开播了，我们想要让大家拿到正宗的真真正正的好的东西，因为这些在外面大城市里面是有钱的买不到的，知道吧？当然我们的黑粉们，你不要一边黑我然后一边又去拍，因为大家谁都知道，懂的人，懂货识货的人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外面有钱也买不到的，知道吧？就这么简单，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对我好的人我也会以高品质好品质的东西回馈到大家，虽然不是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你们去跟外面比较相当于了，就这么简单，真的，姐姐阿姨们啊，我隔着个桌子跟大家说话好不舒服呀，我隔着个桌子跟大家说话好不舒服呀，直播间姐姐阿姨们，
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改行了吗？没改行，改什么行？我一直都是山里人，山里人就要住在山里，山里人就要住在山里面，对不对？我没改行，我也改不了行。保真保证，拿到不好退回来，知道吧？保真保证，纯真纯正纯纯真正，其他的不用多说了嘛。相信的人就拍就可以了，不相信的人，我坐前面去，我坐在这里好不舒服呀。我坐在这里很太不舒服了，知道吧？因为我桌子顶着我的，知道不？姐姐阿姨们，桌子在顶着我。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子我就可以近距离的跟大家聊天了，不然的话那桌子顶着我，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知道吧？这样子行不行？需要放冰箱吗？不用不用的，其实我们再喝的话就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一年，哈，姐姐阿姨们，它的保质期是一年。就是他们平时就是有开一些会议呀，然后自己在那里泡茶呀，聊天的地方。然后我最近我还在学泡茶，知道吧，姐姐阿姨们，我还在学泡茶呢。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哦，延迟了，网络延迟了，刚刚网络延迟了，姐姐阿姨们，晚上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放心哈，你们说的话有任何不满意的，跟外面1000块钱的品质比差了的，算我的，好不好？我请你们喝，我请你们喝，东西你都不用寄回来了，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是黑粉，你这样子搞我哈，明明东西好的，然后你给我吃了，然后还要我退你钱，这样子的话就不好了哈，好不好？这样子的话就不好了哈，一天喝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好不好？一天喝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哈。